该是蛮古老尼啊哈，啊都引起市民啊非常热烈的回应，啊每一个人啊都很期待。莫大，哈哈哈哈哈，看他还是黄色的，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请到台上来接受奖项，谢谢。哦，这么爱阅读，真的是我们册数有2200多册哦，真的是好爱看书的一个点。大家给你拍拍手，这么年轻爱看书哦，3000多册的书籍哦。哦，杜小姐，我每次来值班的时候都看到她提了一大袋的书来阅读，来借阅。哇，看书上赞。今天是咱中华市立图书馆啦吼，这个好书交换啦吼，啊各种册啊，你厝内有册啊，买当摕来遮甲人交换。啊，咱每一年办这个活动，拢引起足热烈的回应啦吼。啊，这些册足多，也有一寡专业的册，比如讲啊，像地铁啊，专业的地铁的书，啊嘛有讲啊，这个地理环境的啊，还有文学的。艺术的各方面的册拢真多，啊，只要你厝内有读过的册，啊，你免去买，啊，你会当摕来遮甲人交换，啊，来找到你上想要看的册，啊，咱每一年拢伫这个图书馆办这个好书交换，拢足多人来参与的，啊，咱阁有几点活动，读愈侪册会当丰富你的生命，哦，你的生命更加丰富，你的人生更加快乐，我想。啊，古早人讲啊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啊，其实这无重要吼，上重要的就是啊，知识会当带你丰富你心灵，知识会当让你生活更加快乐。啊，咱希望大家拢来中华图书馆看册、读册、交换册。心灵对不对？啊，知识绝对会带你的，所以小朋友更需要看书。非常谢谢市长，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在这里开始。非常谢谢市长莅临来为我们加油勉励，也非常。